多多多多，你回去，很标准，很标准，很标准。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一个女孩在讲就是黑道老大的名字的时候还含情脉脉，感觉还不错吧，是不是？对，水也格外的甜哈。对，今天因为近藤给我们带的礼物是他自己的新专辑嘛，其实我们有礼物给你。嗯嗯，这个礼物非常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你特别爱自拍。嗯，所以我们就汇聚了一个你以往所有自拍跟你所有视频内容的一个页面，送给你。在这个上头，跟你相关的所有的视频在我们优酷页面上都可以看得到，并且自己所拍的一些上过任何通告节目的内容都可以看到，并且实时的还可以跟你的 fans 进行互动。来，我们现在随便挑几个问题啊，来回答回应一下他们。这个肖小诺说：“近藤在北京开心不？”今天一天好多通告辛苦了，圣诞节在上海开演唱会，会不会像七夕的香港演唱会一样有特别的桥段？会啊，一定会啊。现在有在设计了吗？一定有在想，随时都在想。因为圣诞节吧，圣诞节很重要。那我知道圣诞节上海非常漂亮，所以一定会好好的演出。有大概的那个特别设计桥段的方向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我觉得圣诞节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吧。嗯，因为气氛啊，那时候气氛很你会不会圣诞老人装？很重要。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但是如果现场有人扮圣诞老人，我觉得应该蛮酷的。就这个还在设计当中，但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心意给大家啊。那那个你告诉我说你要拍恐怖片，这不是真的，我抗拒恐怖片。你是拍了恐怖片对吗？我没有拍恐怖片。你告诉他的，你什么时候告诉我？没有，可能是我讲说恐怖片也可以吧，这一类的。有想过吗要去拍？我是看缘分的，但是我不排斥。其实你演恐怖片应该还挺合适的。是吧？对啊，你那个气质很沙。你没有想你平时爱看恐怖片吗？我蛮爱看的。蛮爱看的。比较想演哪种？如果要演的话演哪种类型的恐怖片？有几种类型嘛，欧美的就那种感官刺激的，对吧？然后日韩的心理悬疑的，要不然就内地的就恶心不吓人的嘛。对吧？你想演哪一种？我觉得悬疑的吧。悬疑的，日韩范儿的那种。对，悬疑的比较紧张，然后有故事的，就是走心理压力的那种类。你最喜欢看什么哪部恐怖片？其实我喜欢看很多血腥的，血腥的或者是鬼跑出来的。你说，就是我采访过的第一个嘉宾，在说到恐怖片的时候，就眼睛就突然放光，然后还笑，就你是有多爱啊？我会看了。哪些推荐一些给那个我们的 fans？ 你最近在看的？这样好吗？在这边，没问题。杀人是 OK， 就推荐大家更了解你内心更加阴暗的一面吧。很多，但我可能不太记得名字，像夺魂剧系列的，都德州电锯杀人狂，对，我都蛮厉害的。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的音乐那么有劲儿了。原因在这里，因为通常那种电影的音乐都是非常有张力，对，非常的口味非常的重，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口味非常重的一个人。对，吃东西也是。我好冷啊。真的吃东西口味重。对，生活口就是口味也重，可能吧。那交女朋友口味重不重？不知道。鬼扯，你没告诉你没交女朋友啊？我有啊。对啊，口味重不重？就比如说你喜欢怎样就你喜欢女孩的类型跟大家通常喜欢的类型会不太一样。好像是。怎么不一样？比如好，我喜欢皮肤白的，身材好的，眼睛大的，五官漂亮的。你喜欢什么样的？跟你一样。那除此之外呢？有没有额外的附加条件？能力很好的。这会给人遐想空间。不是那个哪方面的能力？
是能够照顾自己能力，嗯，或是能够也可以照顾我一点能力，就是哦、啊，照顾生，你说完整了，就是照顾生活的能力，对吧？要强一些，就会过日子，对，这是一种。还有呢？嗯，善良的，嗯，这个不是算怪要求吧？你刚才不是讲说你的要求好像有点点不一样？还好啦，都一样，我们都是说实话，我们是一个讲实话的节目。都好，我看缘分、啊。我喜欢人家，人家不见得喜欢我，就不重要。对啊，他喜不喜欢你不重要，咱们标准先说出来嘛、嗯。就哪种女孩容易激发起你的斗志、自信吧？自信的。好，我明白了，就是说你属于那种典型的那种自残型的男生。有一种男生喜欢，比如说那女孩对他特别柔顺的话，他就会没有兴趣，然后要对他爱搭不理才能够激发出来。是不是你喜欢女孩不要对你太主动？嗯，然后虐你？不用虐我，好难形容啊，这太难形容。但我觉得自信是、嗯、是很重要的。对我、嗯、我看到一个异性的话，我觉得自信很重要的。自信，然后长相方面呢？我觉得自信有了，很多东西都是很自然的，漂亮，自然的美。就你。